因为要喝泻药，星期晚上六点要喝第一次。那应该也捞不到。啊，我这边拿东西就好了。小朋友就发烧，他发烧过了就好。对，发烧，对，发烧完就还好。阿青大号，拢没打车，我们小朋友刚好有。他不是刚好要考试吗？然后就你知道考试多少项？考试哦，老师说去办公室特别考，考完就回家，就是没有去上课啦，就只是去考试，然后考一考之后就回家了。
政府什么的，我刚才有看那个捷力体育有 po 你的，好好看，他应该是台湾拍的、啊，对，那我们讲台湾就好了。不是说那个什么 NF 八百 Pro， 然后那个有一支台湾的是 NF 八百还是什么？没有一样啊，就不叫 Pro 啊，叫 Game 啊 ，NF 八百 Game， 对，感觉蛮好。那一只也是2000多，2000的就可以接受的价格。没有，它就差别在台湾是跟大跟那个日本是可以啦，材料是一样的。鞋坏了，对啊，就啾啾啾，感觉就消音掉。哦，是人吗你？面对女生还偷人家后场，要不要脸啊？啊，都录下来了。小心老婆来了。